主要呢是在疫情期间，其实我们推出的不定期在每周都会做相关的一些全新的菜单的演拟。那演拟完之后呢，会再去搭配比较创新的一个行销的方式。那例如呢，就是购买我们的冰淇淋，然后就可以免费来兑换我们的国物的一个相关的套餐。那事实上最大的特色在于说，我们不定期的每周都会推出所谓不一样的套餐来呈现给消费者，给消费者这边一个全新的一个用餐的体验。